五千万，跟了半年，总算把合同拿下来了，提成100万。耶，我的超能老爸！明天去收款啊！到了晚上，爸爸把5000万的合同我就拿给你妹妹看，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大单。对呀、啊，你们看，我妈妈给我买了新戒指，漂亮吧？好漂亮啊！我也好想要。对，要干就干大的，把这些爱炫耀的讨厌精都打败。第二天，哇，5000万，那得买多少个电话手表啊？多少个你自己算呢？反正我最少要买5个，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左脚一个，右脚一个，还有一个挂脖子，反正要比你的要新款。佳佳，不对，佳佳大佬，到时候借我戴戴你最新款的电话手表呗。没问题，我才不像你那么小气。大气，这份合同也送你吧。我爸爸今天去收款，没什么用呢。赵总，你看今天能安排打款不？合同我带来了。合同呢？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小王，不能打款。赵总，哎呀，佳佳这个笨家伙！哇，珍珠项链，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比你脖子上的漂亮多了？哇，不灵不灵的，超漂亮，是真的珍珠吗？算你识货，我送你了。反正我家里多得很，多得很。佳佳，你不会是拿了你妈妈的项链吧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爸爸占了100万，项链随便买。哎呀，我的珍珠项链呢？哎呀，参加同学聚会要戴的呀。难道？哎呀，什么声音啊？绝了！爸爸，100万拿回来了吗？我的珍珠项链呢？5000万合同呢？我送人了！送人？打！不能说打！